阔别咗接近两年嘅时间咧，我哋再次翻到嚟最初嘅起点大圣多，原因咧纯粹系我想识嘅啫。好啦，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 W， 欢迎你嚟到我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哋要去睇一场大赛啊！我就嚟见佢噶啦，两年几冇睇到人，终于翻嚟啦！有冇波入先嘅？可唔可以打破两魔咒？今日有魔咒先。个魔咒系咩？你入场啦，而家入。快速咁俾大家睇下个饭先，我个人建议咧，大家可以同多啲人一齐嚟，然之后互相交换，咁个饭咧就可以变得好丰富噶啦。真系好好食啊！最后咧，真系食到够钟啦，要赶住去球场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详细嘅食评咧，可以揿翻去地道看足球嘅第一站。我够胆保证咧，同当时嘅食物质素系差唔多嘅啫。平日堂食咧，仲有八折添。今日我哋应该要坐翻个头，唔知你睇唔睇到？应该冇人会遮到我啩？你坐边都有人遮到。听你个肺啊！一入到去咧，就見到個草地喺度灑緊水喎。啲波去得好啲咯，冇人幫手。各位，今晚有個場，我哋有超過6000球迷支持香港足球大家隊，非常之重要。而今晚我哋都有一班特別來賓撐港隊，掌聲歡迎！現在播放新加坡國歌。坐得实在系有啲远啦，上半场咧唔系拍得好清楚，只见咧香港队一开始已经不断咁进攻啦，可惜喺20分钟嘅时候都系俾对家攻入咗手球。有伤在身啊，似乎未能发挥到最好嘅表现，但系都无阻球迷为佢打气嘅声线呢。中段咧，双方球员发生碰撞啦，港队球员甚至系飞出咗去围栏啊 ！Richard 见到咧，即刻过去扶起佢啦，之后咧仲指挥球迷打气添啊！42分钟嗰阵咧，新加坡球员就误入咗乌龙波啦，当时都冇谂到呢一球就系港队完场嘅唯一一球。就嚟到中场休息啦，对面球迷区咧就发起咗接人浪嘅游戏，本来一路都好顺嘅，直至到
你入場睇下民間，民間就好。嗰一刻咧，阿英话俾我听，当时嘅换人牌咧，其实已经显示咗九号噶啦，亦即系安永佳咧，系明知道要被换走，佢都系默默咁样行咗入去禁区，等待接应罚球，想留到最后一刻。听到呢度咧，姐姐都好唔舍得。换人之后咧，其实都制造咗好多次嘅机会噶，可惜咧都俾对家一一挡出啦，入唔到波。就是这样，经过多次的进攻之后呢，最后都是以比数1-1完场。太多人要握手了，太多人要簽名了。看他過不過來，今场咧又一次扯咗红旗啦，好开心咧，见到越嚟越多人都愿意入场睇波。冇咗大家嘅反应咧，我都冇乜动力拍片啦。希望好快就会有下一次啦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打破 D 级嘅魔咒。